希望你们用全力吧，珍惜每一秒，珍惜舞蹈。嗯。啊，好带感！好厉害呀，厉害！我不能选择预备。我的老师是阿基桑。哇哇！但多料起飞了吧？你告诉我，舞蹈的魅力是什么？对，不是单独的一个人，我觉得一定是一帮人。出来，我们这个舞社，它确实就是有一种灵魂在的，它就是在刺激我们每一个人。了不起舞社正式成立。